珍奇斗艳柯宰寮星光音乐公园开幕了耶、yeah, 而且举办了今天很多的市集刚好摆在两旁，真的是车子开都开不进来，我只好停在外面走进来了。哇塞，这里真的难得的热闹，因为之前热闹都大部分都在那个通安宫或者是鸟鱼港这边，现在呢要延伸到海滩来。不过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说优点也算缺点，就是风很大，所以来这边一定要多穿一件衣服，尤其冬天呢风非常的大。幸好今天天气呢有点凉凉的，不过呢还是有一点点小太阳的。哇，看一下我们的珍奇斗艳的风筝，今天的举办单位摆了非常多的风筝哦。哇塞呢，而且今天风也非常的大，随风飘扬，真的是这样串起来，真的是也是非常的用心。我们第一个的风筝好大哟，然后接下来整个后面串起来大概七八个风筝排排站，还有一个风筝呢就是负责是那种螺旋的在那里转的。 OK 真的是非常特别非常 special， 这边海滩呢增添了几分的一个情趣，非常的棒主办单位呢非常的用心希望能带动我们柯宰寮鹅啊寮这边紫观鹅寮这边的整个呢的观光跟我们这边的休闲游憩休息来这边呢看海玩水，还可以怎么样呢，听音乐，没有错，这边还有街头艺人哦尤其是假日的话街头艺人都会来这边表演演奏音乐给大家听，真的是非常非常棒。我们也要多给我们的街头艺人多多的鼓励哇，让大家再浏览一下我们美丽的鹅寮柯宰寮。